今天要来介绍 Lollipop Baby Camera 给大家，它有三个颜色，这一款呢它是土耳其蓝色，让大家看一下哦，它长这样子，很像棒棒糖的形状。那我们先来看它的配件有哪些。这一张呢，它是使用的介绍，它呢可以用在婴儿床的栏，就是护栏上面，它其实也可以贴在墙上。那我们看一下配件有哪些。这个哎，好可爱哦，它是小脚丫的图案。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是什么，是插头，有两种插头。那这一个呢，它是台湾通用的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很像树枝图案。它就是可以粘在墙上，还有这个，这就是它背后的吸在墙上的地方，里面还有附一个酒精棉片。这个呢，它是看起来应该是电线。好，东西好像都掉在里面。果然是电线，电源线，然后附三个电线压条。就是可以直接粘在你的篮上面，然后把线藏在里面，就不会被看见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镜头在这边，这应该是声音，因为它这个啊，其实除了它是摄影机之外，其实你也可以透过它去讲话，小朋友也可以听得到。然后下面这个啊，它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凹的，就可以这样子扣在我们的婴儿床旁边。